新北市劳工局为了推广视障按摩，特别邀请年度活动大使林义杰以及视障团体代表一同呢为视障按摩站台公布呢，包括消费满500元抽 GoGoLo、收集义杰送500等活动陆续登场。新北市劳工局近年推广视障按摩小站，强调视障按摩师不但都拥有丙级技术师证，也都经过1600个小时的专业训练。我们新北市有成立的22家的按摩小站，每个按摩小站里面都有一些非常技艺优良的按摩师啊，都是丙级以上证照的按摩师，然后他们大概都有1600个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课程哦，所以是非常技艺专精的一群。被誉为超马好手的林义杰也相当推崇视障按摩，无论是因为跑步或是生活压力大，他常借由视障按摩来舒缓疲劳，因此这一次被邀请担任活动大使。现在因为创业哦，所以压力生活压力都蛮大，然后再加上过去的运动哦，事实上我们运动员其实按摩是一种最好的一个舒缓自己肌肉的方式哦，所以直到现在如果我真的是有那个时间哦，然后就会来去按摩这样。今年活动包括消费满500元抽 GoGoLo、收集一节送500、感恩月集点。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到脸书粉丝团搜寻，也欢迎市民朋友以行动来支持。记者沈志勇、林景瑜新北市采访报道。